那个山头上面是坟墓，还有那个山头，坟墓，马来人的坟墓，马来人的坟墓，哦，是这种坟墓方式。他们年初一啊，他们就会来拜，哦，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就是他的那个扫墓，扫墓日。不是不是，他们过年年初一，嗯，就会来扫墓这样。对，就拜。华人这边有什么时候有扫墓？清明。哦，清明哦，对。四月五号。四月五号。你们清明也是四月五号哈、哦，客家人就好像提早。是啊，过年后元宵过后，元宵过后十六开始。就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元宵过后，就是到清明这段时间都可以扫。很多都是挪到是说那个礼拜天呐、啊，大家都工业时代就社会就变成大家有礼拜天有空休假，就是大家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约定一个时间可以吗？可以到这些那个日子。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火葬了哈、哦。嗯，那不一定哦。还有土葬吗？有啊。也土葬会比较贵。比较贵。很贵的，它的地就这边要几十千。哦。最便宜了。最便宜。它最便宜还要几十千啊？嗯，地而已哦。可是还是有些小地方会比较便宜，这边就比较贵，土葬很贵。火葬比较便宜了哈。火葬便宜。便宜很多，便宜很多。那就应该有火葬的话，有灵骨塔那些。啊，有。哦哦。这边还有树葬吗？有没有树葬跟海葬？海葬。没有，没有。没有。只有土葬跟火葬。土葬、火葬，观念应该。树葬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骨灰撒在树。树下就是当肥料，当肥料，我们也不知道，是啊，可能有，我们也不知道。台湾有在推，是啊，因为他说，因为他骨灰烧到后面是有他那个有灰啊，像那火烧的灰都有养分，哦，所以他们那些对那个植物那些都是它的营养，哦，那以后我们可以这样做了，打发眼就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就是说，这个也是观念一直开放，有这种观念，就是事实上就蛮环保。像之前有一个法师证言是吧？嗯，对啊。他也是。他说你用火葬之后，你放了一个，还要需要个空地让你去。对对对，灵骨塔那边，还是要有一个空位，还是空位，对。树葬完全就不需要，不需要。那这个很好，养分又可以滋、回归滋助人的树木，扫一扫就好。其实我们人往生之后，就一个我们会怀念是他的精神、那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呀、所以我们中国人比较会。比较会做那个，就比较感觉上就好像比较执着在说，哦，我的妈妈还在那里，我的还在那里，所以是啊，是这样。像这个，我们也去了解说，哦，这个
这个肉身也是水火风土所那个所组成的。当初我们也如果没有去，你没有去了解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也是跟他们观念，对对对。然后有一次，一个不知道是佛教的还是哪一个，他就开个玩笑，他说那个父母亲已经死掉十几年了，你每次的，意思是说每次的什么啊，庄园普渡还怎么样，都去超拔他怎样怎样怎样。人家已经都转世好几次，都转世了，你还在操忙啥？想想也对。所以有时候他会给你破掉你一些迷失啊。下个礼拜、所以说他国旗，这个国旗就是准备要过年了哈。这种啊，埋人的那个饭。饭。过年。哦，马来人过年是这个月啊？他已经过了，可是他自己也是过年。哦、他自己还是他们额外的一天过年。哦，就是。两天啊，拜四拜五。两天啊，拜四拜五。这样一年过两次、啊。对，是我们过年还过一个月，一个月哦。这边会不会感受那个被排挤的压力？那时候排华那些还好了哈。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你老庄这个开了没？开了，有鬼的。是吗？嗯，没有，你看看看。这个是什么？盘摸。这件是盘摸啊，盘摸啦，不是里面吗？这个是旁边啊。盘摸啊，盘摸里面咯，里面楼上就是盘摸咯。下面那些呢，有个 FC 啊什么的。百货公司啊。哦，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出现了，十几年还没见，刚刚建好的。啊。对哦，我打从我们一来芙蓉就看到它。就开始在盖，现在才盖好。嗯。哎，工程。好痛，可能是没有没有资金的，没有赞助商。对了，像我们造桥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哪一间佛堂啊，也是啊，开了好几年没有资金，也是。那造桥一个佛堂也是，这个很大哦。嗯，他的衣服很贵。衣服、啊？嗯。哦，对，高档货啊，就是一些这样子钱。名牌的一些名牌的钱，刘姐都是用名牌，不过是人家送的，用名牌，这也是福报了，不需要自己花钱，真的是，都花了不用，都用不用钱。你们付出太多，所以福报很多，没有，都人家送的。
其实哈、哦，我们人都是相对的，我们没有去计较，他们也不会跟你去计较。嗯、那肖兄，我婆婆往生之后啊，就是因为我大伯做生意，二伯也做生意，就肖兄他是公务人员，那变成我婆婆那时候是投那个农保，农保本身他就会有一个往生之后就会一个叫丧葬费补助，然后呢，变成说这些子女里面如果有人是有工作的，然后就会有那个劳工局又有一个补助，因为我大伯跟二伯他们不是劳工，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是做生意的，自己当老板就没有办法去。那贺学先生就说，因为妈妈就是婆婆她那个劳保的丧葬补助金出来，然后先生的他去领他的那个就是也是养劳保的那个丧葬补助金就出来，就合并起来。起来之后，他就说。哎，这个是妈妈的，那你妈妈的名分就是王生生用他，就是他补助出来的钱就分三等份三兄弟，然后因为刚好是28万，然后他又说哥哥10万，大哥10万，二哥10万，8万块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吃亏一点没关系，就把那个明细跟那个明细啊，还有那个钱就分好，就分给大哥二哥这样子。结果我们大哥跟二哥拿到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多？他说有啊，因为妈妈的丧葬费跟那个。他说没有啊，那个是你的劳保自己申请，你要自己拿去。他说没有，那个是妈妈的，所以就刚好就肖兄他就用这种方式给他们大哥二哥，就他大哥二哥就觉得说哇，这个弟弟。不计较，不错，不计较，对，不计较。然后呢，我二哥那时候刚好，我婆婆往生那段时间，她刚好生意也比较没有，然后她就想要有，就是临时说要有一笔钱来可以做周转，周转刚好，她就用那笔钱。她说：“哦，你知道你那个10万块对我有多大的帮助吗？”哦，救命哦，救命钱。我就是就好感动，那所以他们兄弟哈，真的就。也不会为了钱去做那个争夺、啊、也不会去、欸、所以他们就有什么好的东西都会一直分享，对啊，他们兄弟很好，是很少看到，这样很好，很少看到说兄弟。然后那个又婆婆往生之后就三个老大老二做生意很忙，比较没有时间陪，然后我婆婆也很可爱，她也不会告诉老大老二说她的钱放哪里，她资金有多少都没有讲，她只有交代肖兄说你，肖兄说我的存款放哪里，我的印章放哪里，哦，她只告诉她这样而已哦。然后她因为我婆婆往生之后到后面的时候是一种昏迷状态。就往生的，所以他也没有讲说他有多少那个，就交代遗产那个怎么分配，没有都没有。然后那怎么办？那我肖兄就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找嘛，就找，就找了3张的定期存款单啊，哦，1张50万，3张就150万，哇！然后又存款，哦，又存款。存款那到底是多少？我现在肖兄说我忘记那个密码了，怎么办？想说我忘记那个密码怎么办？哦，然后来就想，我好像记得是这个，看压对不对吧？就加，哎，就对耶，真好笑，打误撞，真的。他说哦，我真的忘记了吗？已经讲很久，我都忘记了。然后想，好吧，就看看这个对不对，就真对了，因为他那个，你的存款，你的。那个印章跟存款簿是那个人，可是你如果密码错误的话，他就不会让你在里面，因为不是本人。对对对。到后来就那笔钱就领出来了，那刚好就，那就是想说丧葬费啊那些。其实说真的，后来到后面就是花的丧葬费也很少，很好笑。就后来兄弟，那就说这个开始就。就分批啊，就说这个是给谁给谁给谁这样子。我们大伯也很可爱，他
他也不会说大哥要多分，没有，他说妈妈的钱就是兄弟姐妹的钱，所以大家就不分掉这样子。他没有姐妹啊？有姐妹，可是姐姐她不要，她不要，她就说她嫁出去了，认为的。他自己说不要，有分给他。他不要哈、哦，不要。这样也很好吗？就是这样。他说我不缺钱。可能他老公有钱吗？他老公更不缺。更不缺 哦。他不缺钱。那更好哎。钱留给肖兄做功德。对啊，肖兄都说没关系，那我就拿去做功德。对啊，哇，那你这样，他妈妈还留下蛮多钱的啊。那还好，还好，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妈妈往生到7749年叫中阴身，这个时候就是帮他做一些功德回向啊，对，所以。我们就把他分的钱就拿一少部分就拿去，差不多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的钱就拨做那个功德这样。哦，他收到一点很高兴的，儿子有修，哎，又有看。他们当然兄弟姐妹不知道，何雪哥哥更可爱，因为何雪的爸爸往生的时候，就留下的那个财产啊，就一个人分，我们一个人还有分到100万，哇，多嘞，哎，多嘞，一个人还有分到100万，哦，好多，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就把三分之一就拨给佛堂，就是给佛堂，就是做爸爸的那个名字捐给佛堂这样。结果后学哥哥知道了，说你为什么拿去给佛堂，你为什么不拿来给我用？是啊，很好笑这个哥。一样啊，如果是后学哥哥，后学哥哥也会这样讲，怎么心痛？很好笑啊，他们不了解啊。你为什么不拿来给我用，拿给佛堂用？我就说，那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用就好，我的钱我自己用啦、啊，对不对？哪有说你我拿给你用？他说你，我说我又不是用我的名字，我是用爸爸名字啊。就很好笑，对。对没有，因为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能做多少，其实这个是多出来的啦，多出来的以前想法，反正就。也是他们，辛苦啊，对，辛苦。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可爱。我说真的，两个他们兄弟，我们姐妹也是很好，就是会有时候就会开玩笑。我大伯啊，他说他有投资生意，他就跟我们孝兄讲。我如果这次投资生意如果做成的话，你们两夫妻分你一半。不是，他说他盖一栋房子，盖一栋，一人一台车，你们就住在家里，哦、然后孩子送出国外去，啊，你们要办到就去办到，哦、不要这么辛苦。这么好啊！然后我跟我先生说。实际一点比较好吧。对呀，因为他经常在讲说他做生意有成，然后我二伯他是属于比较务实的人，务实就是说他比较他比较老实做生意。别这样不可以去了，开山洞修复修我二伯他是很老实做生意，他做生意是中规中矩的，比较扎实的那种，所以他也不会去做投资的那个生意，所以他就会说大哥哦，这样子一直想要那种类似说投资之后回报，这个可能会被人家骗了，就是设局跳。
跳下去投资这样。结果他不讲还好，他一讲了真的就是应验了，是应验了，投资了将近1000多万吧。哦，做发财梦不务实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还是稳扎一点嘛，稳扎那个手。我们现在去，因为我们每年，因为婆婆以前婆婆还没有往生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啊，兄弟都会回去啊，就陪老人家嘛。然后兄弟就会聚在一起，就开始聊天啊，说天说地，说到很晚也没关系那一种。然后后来，因为婆婆往生之后，他们可能也都比较懒得回来了，然后就变成我们就要去他们家这样子，就是去拜年。小熊说：“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小，就要去跟人家拜年，不能人家来拜年。”啊，也是，他们也会来啦，就是来来往往这样子。那只是说，我们就会一个礼数，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去大哥那边、二哥那边、姐姐那边这样子。嗯，所以我们才规划说，我们中秋节第一天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你们中秋节放一个星期，三天啊。哦。三天就很多了，三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中秋节刚好礼拜一。对，刚好。正天是礼拜天，就说礼拜六去哪里？礼拜天。哦，去大哥二哥家。对。中秋团圆嘛，哈。对呀、啊。就我二伯很可爱，因为他知道他朋友种那个中秋节要吃柚子，然后呢？他每年都会寄一箱柚子来给我们，是啊，很好笑，他说每年都寄一箱几粒，不知道就一箱、啊，就是一箱，就一箱啊，哦、一箱装满一箱，有的是有15颗、20颗的，哇，好多呢，对啊，哦，那你要拿来，那就开始分啦、啊，分了，分了，分一分。那柚子特别好吃是吗？对，哦，怪不得。就他就说这个柚子是人家那种很那个种老长，就是很久，然后有品牌，人家还会。他那个他说那个订吼还要提早订，不能当时订都没有货那一种，所以他就会提早。一箱。他还会想到说你可以送了，你就不用花钱买了，又好吃。所以他们兄弟哈，所以没有计较，他们就会互相的都可以，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好，这种感觉很好，就是就不会因为一点点什么事情又斤斤计较。